你回来了，好喘哦！你也太忙了吧，这出差超忙哎、欸！我本来以为我刚等一下，刚刚趁他我趁他没有回来之前，把这些零食全部吃完的。上次都吃好多了，你他上次没吃。我好想，我一直盯着他。你盯着这只吗？你说他吗？你要不要看看？这个不能吃啊，这个不能吃。我知道，我觉得他很可爱。你知道我在玩他玩的好开心。那没有啊，那就单纯的铅笔而已。你现在真的疑心病很重了、欸。本来我们刚刚是真的要讨论想要整你，可是没有想到。你现在疑心病真的很重嘞、欸。你是怕蟑螂之类的。Okay. 欸、对啊。它里面就是那个、啊、秋刀鱼。真的，我在我们家，比如说因为我有近视嘛，眼镜盒里面啊，或者是什么。我真的觉得调味盒或者是化妆盒里面都会有蟑螂、欸、真的他放的吗？对啊，这是日常的下，对，日常的下，不是为了影片，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，他本来，所以你已经被他整很多年了。没有，其实我们认识很没有很久，我们就结婚，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才认识一年多而已。你才认识圣洁是一年多，我认识圣洁是都三年了、欸。对啊，其实我们认识一个月就结婚了。哇，闪婚哦！就是、那个影片就是一个月的时候，那个一个多對對對一个月的时候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因为那个我也有看到。好，你们聊，我戴一下耳机。好，我可以一直玩它吗？一直玩哦。可以啊，你可以边玩，我们来边吃。我们先来吃各国零食。我想要让它成为一个吊饰，一个。可以吗？时尚就是要这样。你加油，我来介绍一下。我们今天呢会试吃很多零食，就放在这边，他已经放了一整集了，就是有我刚才看他看很久，对，都一直放在这里。我们刚才看到，还是你要玩这个？这是干嘛的？就可以把东西放在这里，然后这样弹。你要玩吗？不是，就是塑肩，其实有点无趣。来啊来啊来啊来 ，N。他什么？那我嘴巴要放在上面吗？不是嘴巴放在上面，我们刚才有玩过了。超好笑！我没有看，我刚才吃便当 ，sorry。我刚才成功了，我来示范一次。嘿、hey, ，就放在这里。超厉害的、欸、我突然回来就，哦，那你知道吗？啊，打到牙齿。哎、欸，那其实这样蛮牺牲的，其实那就先要不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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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示范，先示范，先示范，我还是玩鱼就好了。玩鱼就好了。你怎么自己笑得那么开心啊？都是 Cam 系列的，就对了。我们先试吃这一款好了，辣的，这个是什么？你是因为你刚从泰国回来，对，我不太喜欢吃辣，所以这是泰式酸辣味。我还没有，我在冷味条，我没有看过这个东西。你在泰国有看到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就是台湾厂商骗我们，是不是？真的没有哎、欸，怎么样？来试吃看看啊、喔。好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不过其实是想再跟大家聊一下，欸、看一下他图文不，他图文不符哎、欸，图文不符哎、欸，各位，怎么样？你先看里面哦，我看，然后看完，然后看他的包装，太多了吧，太骗了吧，欸、感觉里面差少、欸，差很多哎、欸，我觉得颜色就差很多哎、欸，是这样子我就不怕，我觉得颜色差很多哎、欸，差最多的是颜色。这感觉不辣啊，所以你拿一下啊、欸、它是真的不辣哎、欸、它又不是辣的，它是酸辣味，所以应该是比较酸一点吧、就是、你先吃再讲这句话，很普通普通普通，它真的比较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，没有，超级少，这好清淡哦，对啊，然后完全不辣，我觉得没 feel 哎、欸、完全不辣对不对，好清淡的，你在泰国有看到这个吗？就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没有，所以它的产地就是那个台湾深圳啊、哦、深圳深圳，深圳是上海大陆的吧，讲错了，大陆，对，大陆深圳代理商啊，他代理商啊， oh, 代理商而已。我要再吃几根。这个喂，这剥开。它就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，然后很像。有啦。然后也不太脆，对不对？东西不脆，它的饼干没有很脆。来，那大鱼这包送给你。等一下，你自己不吃才给我，是不是？自己不吃的你。Oh, 不行。接下来我们试吃哈密瓜杏仁果。哈密瓜、欸，美如美容，这个还蛮吸引我的，因为它的包装看起来就还蛮韩国的哦，心情就会好，这提分你绿哎、欸，对啊，韩国出的果然就是没有，我的耳机是搞不好，杏仁果，哈密瓜口味杏仁果，对，哈密瓜口味的杏仁果，不舒服，我的耳机，你，我们不要理他，怎么你现在被侵犯了吗？就对啊，你看我。要我喂你吃吗？啊，好，我自己吃。啊，
嗯，我觉得它和哈密瓜好哈哦，它有一种哈味，它太哈了不行，它是太甜了，它是那种很甜的哈密瓜，我觉得还好哎，哦，太甜了，这是哪里？这给小朋友吃应该会很，这是韩国的。这是哈密瓜口味，可是可是我觉得它应该没有用到哈密瓜去做，应该只是调出来的。哈密瓜，主要是在吃坚果杏仁啊。对，它就是它的那怎么样？很哈密瓜哈。它太哈了，我觉得过哈不行。你觉得没有很好？太哈了不行。很挑嘴哦，我们为了要打动那个。人妻的胃口，我们再下一款。好，我们再下一个。柠檬干原味辣味，原味是这个柠檬干。先吃原味好了。然后那个是辣味。柠檬干呢、欸？我蛮想吃柠檬干的。我也觉得很神奇，怎么会有柠檬干？那个去东南亚不是都会吃到那个什么香蕉干？有，香蕉干还好吧。我这次买了榴莲干、香蕉干，还有椰子干，你喜歡榴蓮喔、就是椰子。没吃过柠檬干哦，没有。我看一下这里是哪里出的，这闻起来很香。就是爱柠檬，三重市出的，那没有，产地泰国了，产地泰国，泰国哎，还蛮好吃的，好硬啊！我喜欢吃这个，我咬不下去。这个才是真的有守本分的柠檬嘛，这才是真正的柠檬。我要换一个吃，哎，这个不错，我要吃有果肉，刚刚那个是皮超硬。对啊，我刚才直接拿皮。这个蛮好吃的，哎，这个很好喝，哎，嗯，这有到我点，哎，我觉得好吃，哎，泰国出的，哎，北北恭喜泰国出，哎，这个进口商是台湾的、啊，台湾公司啊，那个进口商是深圳，佛心公司，佛心公司，可能台湾人真的比较懂台湾人的味，嗯，这个还行，蛮好吃的，真的，要不要吃辣的看看？辣的好难想象啊，对啊。不知道是哪一种，是咸的辣还是辣的？只有可是我去泰国吃那个青芒果的时候啊，他们有配辣椒，就是沾辣椒。我在那个大陆的时候，我抓吃芒果配酱油，好像酱油很大片是咸的。他说对啊，超好吃的。那我就觉得好可怕。好吃吗？抓这一小块。哇，怎么都这么大块？好像蜜饯，嗯嗯，辣的辣在哪里？像蜜饯，它有点小辣，微微的，对，就是那么一点点，很像蜜饯。哎呦，很像蜜饯的，真的。可是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。嗯，我也是。辣辣的，我觉得辣辣的，它就是我觉得不合哎、欸，我也是觉得不太合，就是他们泰国自己喜欢吧，有可能比较泰国味是不是？他们真的是会沾那辣椒的，我因为我不太敢吃，但是我老公吃他觉得不错，就是不一样的。我喜欢吃辣的人会可能会比较喜欢，芒果加酱油，别的味道，真的啊！我记得南部好像也有类似的吃法哎、欸，芒果哎、欸，就是他们好像超大颗，切成一块一块拿沾酱油。他们好像是会拿什么番茄去沾什么酱油？对，酱油还是沾那个是那个不是南部的吃法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南部就有这样吃姜汁酱油。哦，嗯，是假的、啊。这个我真的真的南部人说一下，南部人有没有吃这个啦？那个在他逼问南部人的时候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意式焦糖奶油千层酥。哎呦，听起来这感觉好少女哦、喔，就是女生会喜欢吃的、啊。听起来就是得女生吃的。这感觉是甜点物吧？千层酥，我已经闻到巧克力的味道了。这么浓。哎呦，真的很少女哎，连这个都小小一个。这就是那种千层派的感觉。这就是下午茶，就是。下午茶必备，出来，闻起来还蛮香的，嗯，因为我以为是酥会比较脆一点，
可是千层派不就这样吗？所以咬下去的时候，哎、欸，没有脆脆的感觉的时候，觉得怪怪的。那我它可能是它里面有加那个很像，那是焦糖吗？我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意式的。结果吃下来，我怎么反而比较喜欢这个哈密瓜？你比较喜欢哈密瓜，我比较喜欢这个柠檬，我需要柠檬干。所以我们就各自自己拿一个继续吃，这样比较不会吵架。对，不会。小时候为了零食就打架。因为我刚才吃下去的时候，我本来以为它会很脆，就是很像，市面上卖的饼干那种酥。对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对，然后我咬下去的时候，它就没有，对，有点没有这么脆。它其实它也不算软，就没有这么脆而已。就是还好，口感没有脆的。嗯，对啊，对。好了，我们零食玩完了。玩，所以我们可以玩游戏了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个叫做小豆的游戏。我们就边吃游边吃零食边玩游戏。对，它这次是我们要偷东西，不能被物主发现。多多，你平常玩游戏吗？就玩英雄联盟。那其他的你玩吗？你玩游戏天分如何？很强。啊？来，不是，比我老公强。真的假的？他怎么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我们之前也会开实况，就在Twitch上面开实况，一起玩。就是、对，你玩恐怖游戏吗？我凯瑞到不行，不太玩。但是我下去那个菜渣鱼干他们工作室的时候，有试玩了那个 VR 的那个，就是那你哭宝吗？就是好，对，好像就是被绑着，我真的吓到快不行了。我上次玩2分钟，我就哭到流眼泪。我觉得很可怕，然后晚上就做噩梦，晚上就做噩梦了，真的很可怕。那来，那个把现在把游戏换成《恶灵古堡七》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拜托不要，拜托不要，拜托不要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我们玩这一款。我刚才也很折磨，我刚玩的这。那刚才就都我在，我在玩。可是那还好，可是如果是 VR 的话，你真的会觉得 VR 真的比较近啊。虽然画面是假，但是就很近，有那个距离，而且你跑不掉，有那对有那个距离感。很可怕啊！好，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。我们这个是像素风格的游戏，嗯，相信应该不会很贵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玩玩看吧，看一下画面。OK OK， 好，我先来试试看好了。好，我们请大宇来。来，嘟嘟换你玩。好，这个我就来继续享用我的柠檬片。简单的，我喜欢这只鱼耶。我也是，但是我觉得他很有魅力哦、喔。他是不是应该？他是我们的时尚配件。对啊。那个是啊，厂商可以找我们代言，有没有？我们可以开始代言这个。我喜欢这种，这好疗愈哦。它是铅笔盒，打开来里面还有那个鱼肉。啊，这是两个人的吗？是吗？两个人可以一起玩哦。Int 什么 Act ACT 是怎样？那你们可以一起挑战呢、欸。那上面是怎么按？下面怎么按？是怎样？没有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你进去了，你要偷东西了。我来讲一下它的设定好了，玩家扮演一个小偷去偷东西，不能被屋主发现，所以你要小心屋主。这个像素让我然后自己近视。柜子、花瓶可以躲避屋主的视线，偷到的金额可以至商城购买更高级的物品，提升自己的偷窃能力。我还也要去扭蛋之类的。我已经捡到钥匙了，是不是？你有捡到钥匙了？嗯，好像是吧，因为我那个白色一那个蓝色一点一点的是什么？就是可以调查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这是怎样。你偷了手机是不是？ Safe， 偷了什么 level？ I need the what's in the safe。然后操作是方向键是移动 ，F 键是手电筒。空白键可以选择，每一次偷到的钱可以买道具，道具只能使用一次，被抓到那个钱就归零。什么？十九八七？有人要回来了吗？有人要回来了吗？你在 unlock 了、欸？开锁冲进去了。刚才是有人要回来吗？为什么在倒数？你刚才有看到有人在倒数吗？有，我有看到倒数，我有看到倒数。所以我要怎么躲啊？一直找不到地方躲、欸他说：“只要躲避视线就可以了，所有柜子啊，那个花盆都可以挡住。”屋主现在在哪？你要玩吗？屋主还没回家。他刚才可能是倒数十秒之后你就结束这一 round， 你就可以去卖钱吧，就可以去卖东西。你现在都出来啦。你看没有啊？哦，没有，可能是屋主的视线对到了。啊哈！你打破花盆了。我刚刚打破花盆哦。哇，你这样不对、欸， oh、你这个手脚不干净。摄影机。手脚不干净。啊，他会拍到我。
哦，哎呦，你躲进去了，好像 OLED 哦。你躲在保险柜里吗？我是啊，出来啊，干，哦，出来了，再一次。有杂音，有个低频的音一直在，还是我的麦子灯？你说那个灯，我以为是后面有什么冰柜之类的灯。五是那个轻耳机，原来到现在都还在哦，还在那。这好像是应该是游戏声音吧？你不要想太多了。说明的关卡，不是这个。不是这个模式哎、欸，对不起，你调错模式了。哦，那怎么理解？因为我都有点看不清楚，看他们在干嘛。噔噔，你被关了，然后零块钱。好，你来调好了。我又不太会玩游戏，给你们用。来，下面那个模式是不是？你刚才调到故事模式。哦。哦，故事模式的小房间。这不是同一个吗？不是，再按一下空白键开始。再按空白键就开始了。啊，这不是就刚才那个吗？按空白，不是啊。我刚刚就选这个、啊。你刚刚选上面那个，是吧？哎呀，你不是选你们可以私下吵完再跟我们讲。对，我们可以。我们先聊聊。我们先吃东西。我们继续吃啊，我们继续吃。啊，现在怎么样？好暗哦。是我近视还是怎样？没有啊，是不？是哎、欸、，F 可以开手电筒。哦，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手脚不干净。对。偷人家东西，然后还要摔人家花瓶。可以调查。你有翻到吗？我觉得自己还要。所以这个游戏到底是就是要？你就是扮演小偷。小偷哈，然后不可以被屋主发现，要偷东西。偷东西，只要你被抓到一次，所有钱就没收了。所以你现在10块钱？怎么办？我现在觉得我零智商。你刚才再倒带回去5分钟前。没有，我就只是想我游戏超强的。一直重复那5秒前重复，然后慢动作。怎么样，大鱼？你有玩出什么心得吗？你一直在打破东西，你被屋主发现了。怎么办？19、18、7。先躲起来，找地方躲，找地方躲。太暗了啦。是真的吗？啊！被屋主发现了！换你试试看。你说这个再教我一下。你小心小心小心，慢点。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我是有一个，我是有算好距离的。其实我是故意的。其实你有看到吗？好，我知道。我想要看你有没有认真在看我的麦克风，还有鱼的部分。你说这个是？方向键左右，然后还有 F 上 F 开这个上下左右。调查是空白键。调查空白键，然后调查对对对 ，F 就是开灯这样。F 就是 F 就是开手电筒。F 五哦。F 而已。F 好，我的变布丁呢。DF 你的变布丁怎么样？现在是不是觉得我智商很低？那我现在讲 F 开灯，然后方向键可以移动，方向键上下左右，上下左右跟那个上下左右，上下左右就可以了吧？要用 W D C 吗？然后按空白键，空白键，对对对。所以这单手就可以玩，对对对。哎，我有10块，我刚才赚10块了。你有赚到钱了？你有赚到钱了？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我觉得我 OK 了。你现在走出去，你就比大鱼多钱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哪里走出去啊？我刚刚没看到。哎，我要赚10块了。20块，对对对对，50块，你要想钱，我跟你讲，60了，我跟你讲，我都知道他们私房钱会藏哪里，他的私房钱藏哪里，跟我讲一下，因为我都要藏在一些像是冰箱之类的。你的私房钱都藏哪里？等一下，你小心不要撞到我。私房钱藏卫生纸跟卫生纸中间，这什么？你打破东西了。好啊，没关系，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有的一些付出。所以你会藏在一些平常圣洁石不会翻的地方？不会，我会，对，我会藏在比如说衣柜里面。要出去！啊，10秒了，快出门，正往下面走，往下面走。在下面正中间，正中间的下面。哦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躲起来就好。来不及了，没关系，我赚到60块了。没有，被抓到就0块了。我刚才有找到窗户吗？没有。我没有冰箱在过去。窗户是什么？你按一次。
好，你再来一次。什么？你要玩吗？还是什么？那个嘟嘟再玩一遍。嘟嘟再来、啊。这是怎样？然后他说打破东西就会有人，所以你们要尽量不要打破花瓶，對啊、打破餐盘之类的。那我下次怎么样？你可以按 ESC。他一直撞你下面，你有发现吗？撞我的下面。连这种霸屏的游戏都这么污，这个是怎样？选第三个好。所以我们要时尚造型。啊 ，replay。太好笑了 ，replay。空白键，空白键，对，出发。这个没想到简单游戏有点难。F。打破东西就会有人来。你还在玩那个哎、欸，秋风超爱玩那个 M N 的、欸、我都打到牙齿有点痛。你好霸气哦，我不想跟你说。啊、哦, 哦，有人来了，有人要来了。没有没有，这一次还好。门在这里是不是 ？OK 好。没有吧，是哦。圣嫂的行窃声还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小心小心小心，上面有几个橱柜有很多东西啊。我们先沿着。这里是不是有？红红的就是有东西破哦，这里就是这、啊、这个窗户吗？有人来了，是不是？那边是不是有 camera 还是什么的、啊？红红的是警戒值，是不是？就是有，它会增加那个屋主找到你的那个。然后这个是按，你要向上，然后左再向上。然后有钥匙哦，发现钥匙了，钥匙，然后呢，现在上楼，这里吗？右边刚刚有可以检查的，这已经上楼了，上楼，然后去看看，哦，这里锁住的，哎，屋主要来了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，按着，快，好，进去，然后呢，保险箱，你要跟他躲猫猫，现在要开始躲猫猫了，捡东西，才一块哦。哎、欸，他来了、欸，躲猫猫！哎呦，好刺激咯，好刺激咯，可以躲厕所、喔。怎么躲？他走下去了。你剩下绕到厕所里。那我现在出去吗？现在出去对。可以偷出去啊。剩下绕到厕所里。然后检查。他可以躲在花盆里哎、欸！我的天哪，这样不会有人发现？你在骗吗？屁啦，太神了吧！被发现了！哎、欸，等一下。为什么这样没用？就很像我躲在圣嫂后面，就不会有人发现，是不是？再出来！太白痴了，这游戏有问题啊！开啊，但是看一下厕所有没有东西。哦，要他过来了，快躲起来，不要，你们不要这样，我这么紧张。来了！你的行窃声还要结束了？还蛮刺激，蛮好玩的。秋风，你要玩吗？我试看看。你试试。我快笑死了。玩的好好笑。好累。我们的行窃声癌，它的画面是不是很不明显啊？这是因为它的颗粒的关系啊。8bit 风格吗？对 ，RPG。其实我们两个都玩那么多遍，你应该都知道什么地方。对啊。一开始就打破，直接摔东西，还敢嘴？对不起各位。先道歉，我们现在是你的前辈哎。那个行窃的前辈现在都在测那个，这里都在监牢里，这边看一看就好了。然后这边每一个都有东西，每一个都有。前辈们现在监牢里，你的钥匙没捡啊？钥匙没有钥匙啊？有啦，中间那个右边一点，左边中间啊。对啊，他这里他每一次放的钥匙会不一样吧？没有吧，刚刚屋主哪有这么笨，被偷了3次，然后东西还是好好不要来这里，这有东西要破了，有东西要破，这边还有东西，不知道是摄影机还是开完钥匙出口就是这里，所以我们这里没看到东西。左边那边你找过了吗？他来了，刚才那里，刚那个花盆感不错啊。我们还要行窃啊！我们是以行窃为优先呢。看一下，这里都没东西。哎，屋主！哎呦！这很会！你们不要那么紧张，害我好紧张，你们搞得我好紧张哦。我的天！哇，结果他赚最多钱。
哎，我拿到钥匙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200 iPhone 手机。你拿到 iPhone 手机？哎，来不及躲了，来不及躲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不能躲保险箱？我好想躲保险箱。好，结果我们都没有赚到钱哎，我们好很雷哦！我的天哪，真的，我们三个人都在监狱里面吹笛子。再一次，再一次啦。我觉得应该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。我们就是直接上楼，然后把那个东西拿走。要不要我给你一条鱼加持一下？哎、欸，没有理他，没有理我。我现在很认真。加持一下，加持一下，好，加持。我现在很认真，所以我没有要理你。一个被无视的概念，可不可以破关啊？我们现在快速。两百。瘦刀。没有，还没有钥匙。他一次只有一只钥匙哦。我刚才在哪里翻到的？不是这里。滴到，出来哦！你刚好翻到钥匙了哟。我刚刚有，我刚才还拿了保险箱哎。刚刚那边可以躲哎，你这个房间可以躲哎。哎，很好，躲衣柜嘛。好。F。还有时间。在哪？对啊，要死嘞！出来哦！是在哪？快点回答我！出来哦！哎，找到了！不行了！你要这样躲干太危险了吧？快点！哦，极限躲哎！每次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很巴结。哎，你要刺现在下去啊！你要走了吗？你要刺下去，跑去窗户那里。每次钥匙会放不一样的地方哎！哎，出去那个，去那个窗户那边需要看什么吗？有个绿色的逃生人的状况就可以跳进去了。啊，要到那个状态才可以哦。就是你一定要开了保险箱才会出现吗？不用，你刚刚有出现过。我刚才也有出现，其实我不需要开保险箱，其实我就可以走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个主人出现，他就可以出去了。哦。哦，就像刚才玩躲猫猫就对了。所以这是一款躲猫猫的游戏耶。是。我们只是小偷，我们不是抢匪，所以我们不能。我觉得好紧张哦。打屋主。我们是躲猫猫。对，我刚才在想说，可以打屋主吗？不行，打屋主就是要抢劫了。或者我跑给他追可以吗？跑给他追应该可以，应该。就像你看一样。应该是可以。跑，等一下，跑一跑，然后躲到花盆里。这会不会超霸气的？这不是恐怖游戏，你可以不需要懂。没有，我想撞到那个。你拿到钥匙了吗？我拿到一只。那可以开门哦。那一把钥匙好像就是所有房间的钥匙。所有都可以开哦。对，然后另外一只是保险，哎，你拿到保险，哎，保险柜的钥匙，你就可以开保险箱了。iPhone。哎呦，你拿到 iPhone 了。来了。他要来了。你要躲到花盆里了。哎，你们不要一直学我好不好？超爽的哎！我们要躲到那个绿色的小人。看，这也太明显了，我刚刚远远的看不清楚，这样 super 明显呢。super 明显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可以躲过。哎，刚刚那个楼梯要怎么走下去？快快快！直接走下去，趁现在！趁现在！走，你们怎么不走？大鱼。你要不要故意打破花盆引他上来，然后我们躲到花盆里？出不去哎、欸！要对准才出得去，再过去一点点。搞不会会在这？他有空。躲到花盆里，他会上来吧？会，没有他在下面不知道干嘛。上来啊，错。他不晓得哎、欸，他到底在下面干嘛？他卡点。所以呢？再投一间。再去找钱。主人。主人卡吧卡吧没安他走卡吧啦卡吧怎么下去啦，他就卡在那里，你也没有办法出去啊。哎、欸、这游戏有 bug， 你就住在他家好了，你住在他家白他也上不来卡吧，太白痴了。哎、欸、如果你这样抽出去会不会绿色点他也不会抓到你，
对，因为他卡吧，他在脚麻了，他抓不到你了。看你要不要上来、啊？你直接从那个旁边有一道有机会过去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有没有？我走下去他就看到我了，好不好？他看到你不会抓，他抓不到你啊，他卡点呢、欸。屋主断线，屋主断线，屋主丧失理智了，好不好？下去，先下去。啊，来啦！这样有事吗？这样有事吗？这样有事？我被抓到了吗 ？Excuse me！ 一直 Excuse me！ 屋主好贵哦。什么？干啥烂游戏？跟我们一起说 ，Fun Game！ 还要玩吗 ？Fun Game！ 我傻眼。傻眼，这是什么粪便？所以其实屋主很聪明，他就在那边哦，我脚麻了，不行了，卡麻了，然后让我们以为他真的没办法动，然后下去被抓到，所以屋主耶，烦死了。他现在又想说屋主真让我八七吗？我要偷最多钱那种人，不要逼我，玩到怒。那我们就让大鱼继续玩哦，我看一下 round 上面还有写什么哦。哦、oh, ，那个宣传时间，宣传时间，宣传前，终于到我了。我今天来这个重点就是来宣传，没有没有，对，就是盛草呢，最近就是要重新没有重出江湖，赚一点奶粉钱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一直在我们生孩子，还是要点赚点奶粉钱，要先存够本，对呀、啊，哎，所以呢，就是。我明天开始，每个礼拜五应该就是会上传一部影片，这样子。每个礼拜一支。每个礼对，希望啦，因为毕竟我们之后还是计划会很常出国，所以其实肾结石都已经剪不快剪不太出来了，肾少的个人就是大家就是让我好过一点，一个礼拜一支啦，对啊，因为毕竟我也还是大学生嘛，对，大家体谅我一下。又是家庭主妇，好辛苦呢。那记得要，就是记得要订阅圣草兔兔的频道。我还用叫的，现在宣传，你就玩疯了，有没有？还有每天晚上六点肾结石的频道啊，帮忙的大家每天上传，每天晚上六点，大家支持一下。謝謝然后嘟嘟每个礼拜五，然后我们欧拉秋刀鱼每个礼拜四晚上七点到十点。请准时收看。所以就是看完肾结石影片，然后再来看《后拉秋刀鱼》。哎、欸，不错哦。哎、欸，很好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，哎、欸，你到底要玩多少次啊？Excuse me， 我觉得今天主持人都不太专业的。怎么他已经他玩疯了，玩上瘾了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咯，下礼拜再见。还有四分钟哦。还有四分钟。哎、欸，你还可以玩四分钟哎、欸，那个。欸小编特别给你的权利，没有，还没十点哦，还可以再玩四分钟，没错。那我要宣传我的频道，可以的。不是你频道都那么高，那你今年有没有想要？怕我变主持人吗？对对对，你今年想要冲100？你当然有想啊，可是难度其实蛮高的，因为其实你卡有卡吗？我其实没有卡，就是都一直就是每年大概十几万。每年因为每年大概就17左右啦。我觉得今年好激烈哦、喔。对啊，因为今年其实感觉大家年底，因为现在才二月，大家都已经五六十在冲了、欸啊啊、所以今年搞不好上台的时候拿100万奖牌的有10个。我觉得搞不好有可能。哇，真的，我觉得 YouTube 越来越难当了。对啊，竞争激烈、啊。竞争太激烈了。竞争激烈。哦，好不容易。你怎么了？好不容易躲进去，我发现他完全跟我们就是不同台，不同台，不同台。不好意思。然后那个你说要100万，其实真的没那么容易啦，因为如果算照现在的订阅数，到年底大概就九十五左右。冲啊！开始日更，从现在开始日更，我一直都日更，没有，从现在日两更，你就早上我们就吃早餐的时候看一下。因为毕竟我比较主要的是在玩游戏，跟你们对生活类的比较还是有一点差别啦。游戏的就是看比较吃游戏的族群，就是你喜欢这款游戏才会来看，没有这么大众化。我像哎呦。可以了，现在可以冲下去了。不行啊，等他进房间。他不进房。哇，那他现在在哪？那我就再拖。再拖，你都上瘾了。再来啊！我不是这里了。所以我们最后就感谢干爹，感谢
赞助厂商，感谢干爹。赞助厂商在那边，在嘟嘟后面。在嘟嘟后面，干爹，感谢。然后，我们因为我们每个节目最后一趴会吃零食嘛，如果你想要我们有想要我们吃的零食，也可以寄到麦卡贝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你过关了。他是在我们宣传的，我们感谢干爹的当的同时，他过关了。你赚了250哎，好不容易耶。好不容易，你现在知道钱难赚了哦。好不容易啊。好了，不玩了啦。你现在知道钱难赚了哦。真的，好累，太辛苦了吧？真累哦。后加吗？你吃啊，你不是吃过了？哎，来看一下今天纳米150，谢谢。有干爹了，感谢干爹。还有2013年麦卡贝观众66，谢谢。还有 Peter 50，谢谢。麦克，谢谢。营养师好干干干，你们都是非洲人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这样子好啦，恭喜你们。你是欧洲人吗？我们要比气你哦、喔。比气你，没事。我是欧洲人，就是有抽到嘛，对不对？有抽到好卡。非洲人是没有抽到的，这是游戏梗。我知道，这样有吗？这样有，你的效果好棒哦！我刚刚听见大家以为是真的，没事，好了，我会努力一下。那我们今天谢谢圣草嘟嘟，谢谢大家，YouTube 乌托邦，你现在已经变泰国，去泰国之后都这样子是不是？恐怖咖，萨瓦迪卡。大家再见。好，那我们下个礼拜四7点到10点，然后一样感谢我们赞助厂商磊爪，以及 Samsung Color Motion Monitor， 抱歉 ，Monitor。拜拜喽。好，那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